景德镇陶溪川大剧院，一座有温度的剧院。陶溪川大剧院是全国唯一以清水红砖铺就的大剧院，它白天看具有传统的端庄美感，夜晚呢，华灯初上，霎时间就像一颗光彩夺目的璀璨明珠一样。很多国内外的旅行博主常说，在这里可以收获精彩的剧目演出、华丽的视听盛宴、浓厚的艺术氛围、别致的建筑风格和绝佳的心灵体验、流动的秋月春风。我们走进陶溪川大剧院，可以看到排列有序的水滴柱支起的长廊，通过宽大的玻璃墙，大剧院向外散发着令人向往的艺术魅力。顶上的水泥板镂空大圆洞，将天空映衬进了现代建筑，使得朴素的水泥灰在自然光照的照耀下增添了一份耀眼的色彩。大剧院的观众席全部由胡桃木皮装饰，拥有1204个座位，内部空间为马蹄形，这种布局使得观众和表演者之间形成密切的联系，这是简单而真实的沉浸式体验。每次演出都可以让观众在欣赏精彩剧目的同时，更可享受剧院无与伦比的一流设施与设计。在这里不得不提的一部剧目《上阵》，这是大剧院首次亮相的一部剧，是剧院自己打造的原创音乐剧。上阵从创作到排演整整花费了一年时间，极具看点。景德镇陶溪川大剧院在携手国内外优秀创作团队的同时，定期引进海内外优秀剧目，吸引国内外大批的文艺青年前来打卡体验，无形间为这座千年瓷都注入了青春与活力。作为景德镇第一座高端的专业性剧院，意义非常大。未来它不仅要成为艺术的传播载体，更要开启这座城市的文艺创作，这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道路。在这里一切美好皆有可能，我在这里等候您的到来。